阮经天暗夜幽会李佳莹，护爱牵拖女经纪。虽然徐伟宁跟刘幼年欲爱欲公开，他的旧爱阮经天好一阵子没新进度。不过4月2日中午12点多，阮经天从外跑骑住一台黑色重机回家。但他把重机随意丢在门口就回家，而且大门还没有关，感觉回家没多久就要出门。果然3分钟后他再现身，手上多了一顶同款的安全帽，看似一个在妹出游的前奏。只见阮经天重机出游一个下午，完后回家，他又改了开车出门，并且一路测试有没遭到跟拍，然后是到台北市市民大道上的一间知名涮锅餐厅附近。这时李佳颖就这样从路边迅速滑进了阮经天的车内。